G20 东道主印度总理莫迪迎接拜登热情勾肩搭背，德国总理肖兹、法国总统马克宏、20国领袖几乎亲自出席，唯独俄国由外长代打，中国也是国务院总理上阵，李强晚宴现身，表情略显尴尬，犹如中国 G20 处境。八月底远赴南非，不辞辛劳参加金砖峰会，却拒绝出席 G20。过去总是紧抓机会扩大影响力，习近平缺席不寻常。牛津大学经济学家认为，借由缺席 G20 峰会，向全球宣示 G20 已非中国首选，还有更重要的事，或许才是习近平真正想说的，创造以中国为主的国际舞台抗衡欧美，或许才是习近平外交新主轴。共同声明更罕见，在峰会首日就宣布谴责战争，避免核战，邀请非洲联盟加入，从 G20 变成 G21， 拉拢非洲国家，着眼斩断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我们欢迎这段新加入来宾，首先介绍的是公民老师黄一中、惠明杰，大家好；财经专家邱敏宽，惠明好，大家好；财经专家谢承彦，惠明好，大家好。好，我们来看一下习近平，他不参加 G20 的活动，不过他这次派李强去了哈，大家才说哇，好险，李强应该不会被换掉了哈。为什么习近平不去 G20， 但是他去灾区，去的这个灾区又让人觉得说很没诚意呢？对，没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习近平自从那么20大以后正式登基第三任，没有任何的任期限制了以后呢，一金嘴呆鸡一的白走啊，一的白崩啊，以前还会做做样子，那么现在连做都不做了，为什么？啊，我们都知道河北的涿州，然后包括这个等于说很多灾区的都已经淹水淹到乱七八糟，现在习近平好不容易要去再去巡视。啊、你怎麼不去看那啊，结果你走去哪里？走去黑风和日丽无雨无泥的黑龙江，牵挂人民，你知道吗？嗯。啊，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因为他去到哪里去啊？我讲白了啦，也不要给灾区带麻烦啦。10000多个武装跟便衣，我跟你讲坦白的，10000多个人，你可以想象吗？而且我告诉你，更离谱的是，都被人家俩包，俩包什么、嗯？我们现在看到这些灾民，对不对？看到了这些什么东西？你在有些时候在某些地方又看到怎么？怎么会有黑龙江的人出现在云南呢？啊，原来后来发现有职业的相关的灵眼啊。那我不知道习近平自己知不知道这个事，因为就是他们有安排那个安全的灵眼人员啊，就让习近平可以哎，最近怎么样啊？最近很好啊，干什么啊？安尼上保险不会突车就对了啦哦。那也因为这样子就被人家骂了，该来的时候你不来，该来的时候来。我印象很深刻，我跟你讲，有时候还人家怀念谁啊？影帝。那之前胡锦涛跟温家宝的时候，胡锦涛那个温家宝那个影帝，汶川大地震的时候，那个特种部队警察不进去就不进去，老百姓在那边很生气。那当年的温家宝来哦，哈，别个没别个冲进去，温家宝一来，马上一件事情跟所有的这个老百姓，对不对？鞠躬，然后用哽咽的声音说：“对不起，乡亲，我来晚了。”紧接而来，跟着现场的这个阿兵哥在讲说。就算会死，都要给我跳进去、哦、你看、嗯、最后有没有跳，我不知道。嗯。但问题是，现在看了以后，本来被一把火，那个气都要出在温家宝身上，全部痛哭啊！总理对我们太好，温家宝。嗯。人家是这样，亚洲影帝啊，我们坦白的呀，哎呀，这厉害呀、啊！习近平不演了、啊，我还跟你来几头了。我今嘛的，我有来鬼啊，我有来鬼啊，看鬼啊，对不？虽然不服你们的期待，不领导来几波的起边乱那。最大露脸的一次机会来啊，印度啊，印度的 G20 是全世界瞩目的焦点。其实习近平不应该不去啊，因为他去了以后，他又是大国中国、欸，世界数一数二跟美国的这个经济体、欸，然后呢，军队啊，力量啊又那么大，一天到晚喊着要这个学习台湾，对不对？所以呢，他为什么他应该去才对？就是他不去，不去还只派国务院总理李强去，那为什么不去？好啊，又。几个这个得说分析了，专家有几个分析了，就没想到有些事情是本来我们不知道的。听说那么要求印度一样发国事相关的会议的这个国事访问的相关的邀请函，嗯、被印度拒绝啊！印度拒绝是什么意思？我还好你秉住啊？为什么？不是说这么秉住呀？然后除此之外呢？那么因为这个不是高规格的接待，使习近平觉得我没有面子，你知道吗？还有另外一件其实很重要的事情是，中国的经济一直很差。那除此之外呢？也有一个日报，包括日经，包括一些外国的媒体啊，美国的媒体这些报道说啊，我们之前都以为说啊。习近平登基了以后，北戴河会议拍谁？林家拉威乌不中国共产党这些退休的就不能再指手画脚了，就没想到
因为我相信这个消息来源应该有一定的可信度，不然他们不会莫名其妙丢出这个东西来。我们以为说习近平啊，就是接见一些啊这个钟南山啊这些人来训话公共，有不？北戴河起码我说了算，就没想到这些外媒啊不约而同报道，北戴河还是让习近平曾经一个晚上非常的生气，睡不着觉。为什么呢？原来以这个曾庆红，也就是江泽民的这个滔丢经济大师啊，曾庆红为首，还有包括一根热来热带三民党部李克强这些老臣啊，还是给习近平脸色看啊，他们给习近平脸色看，习近平还没办法。为什么？因为他们所提出来的建议是经济，还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太差？中国的经济太差了以后呢，老百姓容易乱，老百姓的失业率，他们叫做下岗太高，青年下岗率超过 20.8%， 最后竟然盖牌不让你知道多少，那就表示情况非常的糟哦。铁哀公声明等以料对不？哈，会议结束，习近平就生产生气，去跟他的亲信拍桌子说：“呀，我被他们那个洗脸的干什么了？”所以可见，习近平虽然已经稳固他自己未来的没有任期的江山，但是好像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的牢不可破。好，听说他有大喊说我不想做啊，你们谁做来做啊？他不想做，他干嘛自己当皇帝？真是搞不懂。最近又发生什么事呢？最近要推一个治安管理处罚法，但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还没有通过，意思就是什么呢？你侮辱了我们中华文化，你呢就要倒霉。那倒霉是什么倒霉呢？还没讲，很多人说可能会被罚钱，但现在很多的事情已经开始在发生了。那我就问各位一件事情哦，这个是中国目前的七大巨头，他们穿的叫什么？他们穿的叫西装啊，那你如果说真的要让整个中华的一个文化能够延续，他们应该要穿唐装才对啊，还是要穿清朝的官员的制服？随便啊，重点是你们穿西装啊，你们穿西装啊，为什么你们要穿西装呢？你为什么会穿的跟拜登一样呢？但现在问题在哪边呢？各位，现在是有人，这是伤害中华民族情感吗？没有错，这张图其实就是中国老母鸡的一个地图。那因为当年2019年是猪年嘛，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猪头人身。因为当年发生很多奇奇怪怪的一个事情。那这个所谓的企划人是谁呢？企划人叫卢世宁。卢世宁就说：“中国这么乱，我要做一个讽刺的。”但他自己不会画，所以他找了一个漫画家叫张东宁。我有想法，你帮我画出来。结果各位两个都有事，发生什么事呢？卢世宁后来呢？第一个他画了发表了这张图之后呢，第一个被当局的一个打压哈。那张东宁呢？他就这一张图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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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地图画成猪头就不行，不行，是不是，不行，不行。然后母鸡画成猪头，你也侮辱中国地图啊！就侮辱了。然后呢，张东宁呢？后来呢？在整个画的那个人呢也不行哦，策划的被打压，然后画的人呢后来呢从国外回到中国去，傻傻的，结果被抓到大连去。被抓到大连去之后呢，目前羁押在大连的看守所，也还没有放出来。